Hello， 大家好，我是余乐夫。好榮幸，我同埋藍鯨匯娛樂小組咧，就即將會參加呢個紀念呂文誠誕辰120周年嘅音樂會嘅。咁啊，講翻我哋藍鯨匯嘅娛樂小組啦。咁其實我哋咧成形容我哋呢班人係爛兄爛弟啦。咁就其實依家數下都有超過15年嘅時間啊。好特別一樣嘢係我哋從組建嗰日開始到依家，一個成員都冇換過嘅。咁就一直係即係專門係鑽研啊、研習廣東音樂啦。咁啊我哋咧就除咗咧喺花咗特別係前期咧花咗好多嘅時間精力去研究去演繹全港嘅作品。咁後來慢慢咧呢幾年咧亦都開始有啲自己嘅創作同埋一啲編配上嘅一啲同以往傳統演奏唔同一啲嘗試。咁啊，今次我哋演奏咧有傳統嘅呂文誠嘅作品《落花天》啦，有我創作嘅一首《淡雨心情》小品，同埋咧會嘗試有一啲新嘅作品，例如係陳文濟老師嘅《歲月流金》，係會同中韻小澤樂團一齊合作嘅。咁啊我都好期待呢次嘅音樂會。特別可以同我爸爸嘅小組余其偉嘅廣東音樂小組一齊演出，咁我自己記得係真係第一次啦，所以對我哋嚟講咧，又緊張啦，又好有動力。